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朱迅，欢迎大家。多可爱的孩子们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可是我们《非常六加一》儿童系列特别节目，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那么可爱的小选手，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才华与梦想。他们今天要挑战谁呢？赶快为您介绍一下大家特别熟悉和喜爱的演员主持人关凌，欢迎您。来，让我们欢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哆瑞咪，欢迎你。好的，那么接下来还等什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你想听谁的点评啊？关凌姐姐的点评。关凌，好好说说我们孩子。关凌姐姐好想点评你呀。你什么味儿啊你这是？刚才那个是戏曲联唱，有一定难度，对，因为是好几个曲种哈。我觉得特别的好，尤其是眼睛特别有神，就是特有那个唱戏曲的那精气神儿，我特别喜欢他。真的，真的看到点儿上了，一个是手，一个是眼睛，是不是？对。那好，宝贝儿，给我们做下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是楚楚动人的楚，心旷神怡的怡，名叫张楚怡。小奴叫我今年四岁了，别看我年纪小，我是个老戏骨，非常六加一，我来了。天哪，我离得这么近，我真的我都快酥掉了，真的我差点没坐台上。就这个手太漂亮，你是戳到人心尖上去了。你是老戏骨是吗？是小老戏骨，你得讲究这个基本功。你的基本功怎么样？会戏曲的那种演法吗？会。你给我们做一个，我看看。真的，这要跟我就得对上。这双眼睛真的是会说话。那么你两岁多就获奖了是吗？刚学习就获奖了 是真的吗？是真的。有照片吗？这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好。来，我真受不了，他好迷人呢。
哦，银奖，是吗？是。而且你还和大家合作过，是吗？是。豫剧大家马金凤老师，哦，也和马老师合作过，真厉害。你这是生旦净丑，你演哪个角儿知道吗？生旦净丑。你连净都会演吗？净可爱大花脸。大花脸不适合俺小姑娘。是的，那丑你怎么能演丑呢？你这么美。我可以演丑。你也可以演丑啊。哎呀，张楚仪其实是一个老演员了，真的。哦，真的吗？对对对，2013年的六一晚会上，就是我们来合作的。那时候不专业，你知道不专业在什么地方吗？你说说。他现在有专职的报幕员，专职的，把你的专职报幕员请上来好不好？也请我的报幕员上场。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张楚仪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生行作品黄梅戏女驸马选段，谁料黄榜中状元，张楚仪饰演官生冯素贞，大家掌声有请。好专业呀、啊、这报幕员。专业，你下来吧，我们到中间演好吗？你就走了，这专职报幕员啊，来吧，好孩子。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张楚仪小朋友带来的旦角作品河北梆子大灯殿选段，张楚仪是大青衣王宝钏，有请。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张楚仪小朋友表演的丑行作品京剧报灯铃一个小花脸儿，来掌声有请。放着郎当此答一个，放着郎当此答一个，包厢回朝转，命我扮花灯，我扮的是一船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则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子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尺十层灯，十面埋伏灯，唱个郎当次答一个，唱个郎当次答一个，唱。好。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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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来来来，宝贝儿，宝贝儿上来，宝贝儿上来。来。哎，好。您过来。哎，周老师好。哎呀。您看看，专职报幕员就是专职报幕员，谢谢，真够厉害的，上蹿下跳的，这快劲儿的，角儿稳的，请问角儿，这是谁呀？这是我爸爸，这是我的亲闺女，亲闺女，对对对对，当然是亲闺女，真是角儿，你看这台上稳当的，谢谢。一般来说哈，我也有孩子，我就特别舍不得我孩子干这行，
特别苦，你怎么就能下得了这狠心？这个主要是源于我小时候想当一名演员啊，没有实现，所以说我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尽管很苦，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不容易，只要他喜欢，将来无论是从事戏剧还是影视啊、歌曲、音乐什么的，我都支持他。嗯，好孩子，你长大了想做哪个行当呢？是大青衣还是小花旦？小花旦。你喜欢小花旦是吗？我也喜欢小花旦。太好了，但是要真的走上更高一层的艺术殿堂，要吃很多苦，为你加油好不好？努力啊、哦，好孩子。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挑战大明星的环节了，谢谢爸爸，谢谢，我们一起关注孩子 好不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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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培养了这么好一个女儿。要挑战哪位大明星呢？请两位戴上眼镜，让他们看见好不好？好，来，宝贝儿，请准备。来，请选择。哎呀，这个小可人要挑战谁呀？两位，请摘下眼镜。关凌姐姐，请上台接受挑战。来，哎呀，很紧张啊，对吧？你要挑战我，我很紧张啊。好孩子，哎呦宝贝儿，好孩子，你要挑战他什么呀？我们是，我们你们戏曲是不是？花旦步。哦，要挑战你花旦步。花旦步，花旦，有我这么漂亮的花旦吗？你是大青衣是这意思吗？啊，我那个气质也不太符合我。哎，你先给我们走一花旦步好不好？好。来，师傅先走，徒儿在后方观看。对。哆来咪了啊！人家孩子一坐吧特漂亮，我就怕我一坐特滑稽。这样，老师你在前面坐，我呢就在后边，就跟着你这么一遍。你是想独立完成是吗？我是怕丢脸。来啊，我跟着您一块儿行吗？这我替你拿着。好，来。我能说句实在话吗？你特别不像花旦，你像媒婆。有事塌了，你怎么给我这么定义啊？真的很像。你觉得他表现得好不好？好。你对他的表现满意吗？好孩子。满意。老师，我想亲亲你。100分。他要亲亲你，你让他亲吗？要。啊，太可爱了。看他有一种那个想生闺女的冲动。谢谢你，特别棒。老师，咱俩一块儿下去好吗？跟他一块走好吗？老师下来，咱俩留个电话啊，回头到我们家教我去。我知道关凌想的是什么，他生的是个儿子。你这不是媒婆，是婆婆呀。哎呀，太可爱了，真的，谢谢关凌。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闪亮登场。数不算四迈，七七十，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情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
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那红那天，决定这天许下心愿，别做奔跑自由是方向，别出任何闪电。我可不能叫宝贝儿，哎呦，这还带着身段呢，你看，老奶奶你有点高，你再下来一层吧。哎呦，老太太，您今年贵庚啊？贵庚是什么意思？贵庚就是多大岁数了？我六岁半了。哎呦，您都六岁半啊，这身子骨够硬朗的呀你。好玩了，你想听听谁的点评啊？你累不累呀、啊？这张脸，你想听谁的点评？我选哆来咪老师吧。哎，哆来咪，哎呦，哆来咪，啊，特别可爱。他从上台跟那个舞蹈演员配合的时候，他就进入那个状态了哈。到现在，你看他说话还是这个状态。对。然后呢？不累，你脸不抽筋是吧？他特别享受这个状态。哎呀，这不得不说，她是咱们史上见过腿脚最利索的老太太。对，啊，这个嗖一抱上车，嗖一抱跳下车，啊。你觉得你这里面刚才演的哪地儿最好啊？哪一地儿最得意？演的哪一个最好？在哪个地方都得意。那行吧，那我看来你是非常自信的老太太了。哎，能不能把你自己的状态恢复一下啊？你自己正常，看看 你先别这样了，别这样，你先别这样。哎，对，看，哎，像，对，这就是个小男孩了。对，节奏我都完全都投入到你那个老奶奶那个状态里不好啊，恢复到我们的六岁的小男孩的状态啊，真是不错。你看，哦，原来你长得是这样的哈。哎，你今天来有什么心愿跟我说说？嗯，我的心愿就是能拿走飞站小明星的奖杯。好大的口气哦，一上来就要拿奖杯，刚五个孩子都特别有特色，你怎么又把眼睛眯上了你？你凭什么就能拿走飞常小明星的奖杯呢？你凭什么呢？所以我今天先挑战我老爸。你要挑战你老爸？你不是跟其他的小朋友比，你要跟你老爸比是不是？哦，为什么你挑战赢你老爸，你就能是非常小明星了呢？因为我老爸好几年前就拿到非常明星的奖杯。有照片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来，哎呦喂，你是他儿子是吗？那你们家大人来了没？来啦，来啦，来啦，来啦。大家好啊，大家好、啊。哎，老人家，我叫他爹呢，怎么他奶奶上来了呢？这就是我老爸。这是你老爸？你确定不是你奶奶吗？错了，管话。可喜欢你主持的节目了，咱俩不是老乡吗？你不是叫倪萍吗？去。我说你不是叫倪萍，叫朱顺吗？没错，我知道。哎呦，这爹。训练长，这儿子，哎呦，还真像！过来，过来，过来，让我们俩看看，像不像这爷俩？哎呦，这爷俩！你说他们家怎么过日子的？真是，就在客厅里，俩人对着，挤眉弄眼。哎呦，你们家特开心吧？老人家，是今天你儿子。我有点晃范儿哈，老觉得就是奶奶啊。你儿子说要挑战你，嗯 ，OK 不？
OK， 挑战赢了，他就是非常小明星了，因为您曾经获得过我们非常明星。嗯，可以不？可以。你们俩 PK 一下。挑战啥呢？挑战啥呢？先挑战啥呢？我俩先比谁自我介绍说得好。好，谁更像老太太，行不行？行。行，我肯定比你大，我先说。我的名字叫侯七才，俺从山东聊城来。非常六加一这个大舞台，老百姓们最喜爱。如果你们真有才，把你们都变成老太太。哎呀，他介绍完了，又回该我了。王，你来。俺的名字叫侯宝，人送外号是活宝。山东聊城是故乡，俺扮演老太太可最好。今天来了六加一，还有一个小心愿聊一聊，那就是非常小明星俺来讨。如果觉得俺还行，给点掌声好不好？小样。哎呦，哎，我们比一比，你不是要 PK 吗？我们比比人气指数好不好？喜欢爸爸的请鼓掌，我听听。喜欢儿子的请鼓掌，我听听。暂时啊，儿子暂时领先，再 PK 一轮，再 PK。你别得意。能 PK 下？这样吧。嗯。现在流行模仿秀，对，敢不敢给我 PK 一下？可不敢。风吹战鼓擂，跟你 PK 谁怕谁？你别给我得意，我告诉你，我先来一个，我给你模仿一个大明星、大腕、大腕级的歌手刘欢老师。来来，音乐。我就不信难不倒你。嗯，最难这最难的，敢不敢跟我 PK 一下老太太跳舞，看谁跳得好？好，跟你 PK 就 PK 呗。嗯，行，那你看看什么叫实话实说的老太太。岁数大了，来点音乐。B-box 啥叫 B-box 啊？
连我讲话都用。小明星了，是不是？是，谢谢，谢谢你给非常六加一又送来这么一个好选手。别太骄傲啊，接下来要挑战大明星，你要是把他弄服了，还是吧，啊，好了，放心吧，老爸，加油，拜拜。哎呀，好孩子，老爸把这个重要的任务，哎呦，又回来了，我真是受不了，又回来了啊，老爸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孩子了。那接下来还是要挑战非常大明星，两位戴上眼镜，哎，老奶奶，请选择。你说我跑过来特别急是吗？太急？不是这意思。啊，是太极拳那个太极是吗？对啊。啊，那行，太极。可是这有点不同啊，是现在最流行的太极嘻哈。太极嘻哈？太极嘻哈我还真没有听说。太极嘻哈舞是一种舞蹈是不是？太极嘻哈就是跳的那个太极，很把人给弄笑了。哦，你这样，你先跟我们来来。不用。咱们俩一起都可以，但是你就在前面帮我一下，我得看着一点，要不瞬间我记不住，就我这也是一个老头了，记不住了，记性不太好。那好吧，你在我后背跟我一起坐，你大声喊，我陪着你喊，太极喊是吗？那太极喊哈，太极喊，太极喊，太极喊。你刚才的蛇舞跳得不错，是啊，看出来了，跟太极没什么关系，是蛇舞啊。你有什么简单版的？还有什么简单的？干嘛 ？music。太极好，太极好。
认识就地十八种啊。行，我知道了，你这是一擦地舞。你服装了。行，你把这地儿都擦干净了。哎呀，全是土。你是让我来这个吗？这呀，就简单吧。六加一都这样吗？这样，我把这个外衣脱一下，行吗？哎，你要能特帅气。反正怎么样你都行了，反正跳了就行了。太极哈。太极哈，来，看看啊。你们俩一块，这俩肉虫子。这地儿已经擦完了是吧？你就按我那么擦吧。兄弟，哎呦，太漂亮了，睡美人。太极哈。容易吗？这跟孩子在一起真是力气活啊，要是受不了，要是不准备两套衣服真不能来这儿。宝贝儿他已经很尽力了，咱不难为他了好不好？你满意了吗？满意了。你满意了是吧？给这个哆来咪打多少分？100分。给100了哈，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个也让我改了吧，啊，改成1000分。哎呦，要夹着脸，耶，太极好，太好了，谢谢宝贝，谢谢哆来咪，谢谢。他是不是跟我一起走啊？把奶奶请回去。走，太极好，太极好。我觉得做儿童系列特别节目，我们的嘉宾太不容易了。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闪亮登场。孩子，你想听听谁的点评？关林姐姐的点评啊，来听听关林姐姐。我们的小姑娘整个的身体语言，这种透露给我们这种热情，这种奔放，我们全感受到了。婀娜，哎，对，就是这种整个的舞蹈带给我们这种异域风格，我们全都感受到了。我们就想随着音乐起舞，就是苦于找不着腰。你特别棒。
小妹妹这首阿拉伯风情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这就是我的名字 Salamaniho Ismi Ritadun Ben Alabay Ulada Momo Kentas Morning Rita Omi Senya Oibi Alabay。大家好，我叫瑞特杜恩，我今年8岁了。我妈妈是个中国人，我爸爸是个阿拉伯人，所以我是一个混血小姑娘。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哦，刚才你说那么长都是你的名字，你刚才说了一长串我们听不懂的语言，那是你的名字还是在你还是你在介绍？我在介绍。哦，你在介绍。 是你的名字和用阿拉伯语在介绍自己是吧？是。哎呦，太迷人了，那个语言也特别好听。你看它的名字就是这一盆野花是吗？是。好美。好孩子，你是准备今天一直戴着这面纱吗？不是。是不是在阿拉伯文化当中有特殊的习俗，几岁以下不能随便摘下面纱是吗？对。是6岁以下吗？是6岁以上。哦，对，6岁以上，女孩子到了6岁以上就不能随便摘下面纱。但今天来到这儿可以吗？尊重你的选择。可以。你可以摘下面纱吗？可以。来，让我们看看这个美丽的小姑娘。真的好漂亮。哎，你刚才带来的那是阿拉伯文化当中的特殊的一种风情，还有什么阿拉伯文化当中的宝贝能带给我们吗？我还给大家带来了阿拉伯传说里的一位女神伊西斯女神。啊，她是掌管什么的女神？她是大地之母，能给人们带来健康和快乐。太好了，你是不是需要装备一下，带上金翅膀来？好孩子，赶快去美美的啊！来，这也是小妹妹的一份祝福，希望大家健康平安。有请。真的没有去过你爸爸所在的那个国度科威特，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跟我们说说有什么好吃的。我还给大家带来了科威特的问候，在爸爸那儿。爸爸也来了是吗？嗯。哪位是爸爸？哦，您是爸爸。您好。你好。啊，你好。哎呦，会说中文是吧，爸爸？不清楚。啊，不是。不清楚，有的时候我都听他说什么，让妈妈翻译。您好。你好。啊，边上也是我叔叔。啊，边上是叔叔，一位爸爸，一位叔叔。那赶快请到台上来吧。可以。来，欢迎您。这是您带来的特产吗？哦，阿拉
伯嫂和阿拉伯。不是演的中文嫂。啊，跟中国的嫂有点不一样。不是，中文嫂不是嫂。啊，不是嫂。不是，哪里你去问他们不说嫂，他是中文，阿拉伯嫂他是嫂。哦，在。我给你一个。啊，给我一个，我可以尝一下。我们那枣也挺好吃的哈，但是咱就尝尝人家的枣。一会儿我们给你的，还真挺好吃的，尝了吧，要不要尝尝？来，那我们就顺利上去尝一尝。哎呀，真好吃！这五个小朋友都来自其他的国家，都好了，我们都尝到很多的东西。哇，哦，阿拉伯枣，阿拉伯枣。有点像蜜枣那种蜜饯的感觉是吧？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椰枣的味道，是吧？您看您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啊？我就顺利尝尝嘛。好甜啊！甜的蜜做的吗？是，嗯，有点枣加工过，椰枣的感觉是吧？我们的意思，我们给呢跟枣，一会儿我们给咖啡。哦，我说了我们。我给您端着。啊，他是一定是右手，哦，右手一定是要右手进，哦，不给，啊，不能左手进，不可以，你给你打打，真不干净，不高兴。啊，你要用左手，他就不高兴了，一定要用右手。还有我们跟咖啡一点点，但是对，不对，我们跟一点点。哦，如果你还想要，我就还给你。你就把杯子给我。你不喜欢还有，你喝吧喝吧了，你喜不喜欢？你说这个。如果你喝了不喜欢或者不想再要了，你就摇摇杯子。哦，谢谢谢。是。一点点。不是很多，你给很多不可以。因为说你是不可以。阿拉伯的咖啡非常浓。芥末。哦，这就是他们的习俗，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要先吃枣，要先吃枣，后吃咖啡，然后敬别人一定要是用右手，右手一定要用右手。我接也是应该用右手。谢谢您，谢谢。好，嗯，给一杯咖啡，来个甜枣。好孩子，你今天要挑战吗？不挑战了，我们商量好了，不挑战了。我们要友好，我们请哆瑞咪哥哥一起来跳阿拉伯的男子舞蹈。哇，太好了！哆瑞咪哥哥最擅长就舞蹈。但是在他们国家有一个规矩，除了小孩除外啊，就是男子跳舞的时候，女子是不能参与的。哎，对，所以我跟关凌我们就。我们就静候，下去鼓掌，我们鼓掌吧。啊，嗯，好的，那我们一起看他们跳舞好不好？你要不要参与？要，好的，来吧，来。就是一个动作，虽然简单，但是表达心中的快乐就可以了。好，谢谢，谢谢美丽的姑娘，谢谢你，也谢谢爸爸，谢谢。谢谢爸爸，谢谢。哦，这就是啊，哦，要这样再见是吧？哦，这样的。哦，然后要碰鼻嘛，哎呀，哎呀，哎呀。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远道来的来自阿拉伯的朋友，谢谢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闪亮登场。Yeah.
小帅哥，好酷啊你！哎呦，好酷啊！谢谢，谢谢。好，你想听谁的点评呢？嗯，哆来咪老师。哎呦，那。赶紧走 Remy 为孩子点评、我感觉你刚才跳得太棒了，真的，那个节奏也非常的好，伴舞跟你配合的也非常的棒。好孩子，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酷酷的小树，妈妈说我是舞蹈天才，我2岁的时候就开始跳舞了，现在我5岁了，长大了要当名英雄好汉。你长大了要当英雄好汉呀孩子。哦，什么是英雄？你能跟我说吗？什么是英雄？保护别人的人是英雄吗？是，保护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姐姐、弟弟、小，保护小孩的。啊，保护小孩的就是英雄。哦，那你知道的人物当中，谁是英雄？可多了，我今天把他们都带来了。都带来了，你要表演给我们看好，让他们集合起来，是不是？好，来吧，好孩子。郭树有特殊的英雄情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怎么。呵，没关系，怎么给我们带来英雄的？这是谁？我是超人，铠甲和你行侠，哈哈哈！孙悟空，老孙来也是吧？小孙，小孙，老孙，请上来，翻个跟头就上来。这是孩子心目当中的英雄，有超人，有孙悟空，有蜘蛛侠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英雄都有武器呀、他们都有装备。你有什么？金箍棒啊，我有啊。妈妈，我的金箍棒呢？你这他也有金箍棒。谢谢。你要干嘛？把金箍棒。你要打蛇妖吗？在所有的这些英雄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其实我心里头还有个英雄，并且穿上我的盔甲。妈妈，我的盔甲呢？来，宝贝儿，中间。
凤，大黄蜂，这下去了，飞下去了。大黄蜂撞着人了，大黄蜂变身变回来，变回人，变回人形。帅，好酷啊，小伙子！哎呀，你能把我的盔甲撕掉？啊，把你盔甲撕掉哈！你扛住了啊！你扛住了啊！他不会让哆啦咪挑战这个吧？哎呀！哆啦咪好想玩啊，他说好好玩啊！真的，一会儿让你玩玩。哎呀，其实我看着孩子在这上面，这一场又一场的表演，但是我其实觉得下面有一个人特别辛苦，咱妈，来，孩子妈妈请上台。主持人好，您好，您好，我觉得孩子真的啊，就是无怨无悔的，一会儿递一个棍儿，一会儿递一个大黄蜂的这个披肩，真的是挺辛苦的，是挺辛苦的吧？对对对，英雄的母亲一般都会很辛苦。是，这个孩子为什么会从小会有一种英雄情节，他才五岁啊。因为他小时候就经常喜欢看这种就是男子汉的这种动画片嘛，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英雄这种角色，然后还打雷神之王对，哎呦，还就是打架，对，他也很崇拜这些角色，我们也是这样教育他的，就是说当英雄呀，不一定我们非得要去拯救地球，是吧，小树？我们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伸出你的小手，这也是一种英雄的举动，你说对吗？对。拯救美女，你可以做到吗？可以。哎，好棒。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孩子如何挑战大明星，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孩子，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挑战大明星的环节，请戴上眼镜。好孩子，请选择。什么？孙少杰。来吧，那没办法。老师说了，想成为街舞英雄，必须要会这个。我让你老教他一百跳哦。一百跳。一跳起，我不喊停，不能停止。那我在家里头都是这样的。好的，来吧，蹲跳起。来，两妹，请就位。继续说呗。预备。继续做。开始。我一直都这么来的，真的，这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是吗？哎呀，太不容易了。你对哆啦 A 梦的表现满意吗？满意。他是英雄不？是。好，那英雄出场的调戏，摆一个英雄的姿势来。大英雄，小英雄。哎啊，这就救命了，这就。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郭树，谢谢哆啦 A 梦，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号选手闪亮登场。我是你的小城。
呀，你的牙呢，好孩子？掉了。哦，暂时下岗哈，马上他有新的就上岗了啊，已经长出来了耶。对。是吧？一点点。嗯。来，你想听听谁的点评，好孩子？我想听听关年姐姐的点评。哟，如花似玉般的姑娘都是啊。就刚才吧，她拿一把小伞，是，然后一转身，然后唱着这个，应该是邓丽君以前唱过的小城故事哈、嗯。哎呀，我说好美的一个江南女子，结果一上来，朱迅一问你牙掉了，这是女汉子的节奏啊，特别喜欢她。嗯。这是勇于这个表现自我啊！我还不知道你多大了呢，孩子，赶快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幽默感染了千家万户，幽默大王就是我，我就是幽默大王段金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人见人爱的小姑娘。哦，人见人爱的小姑娘，果然没看错她，有范儿，你有范儿，你是哪里人啊？俩人特别像，我是四川达州的姑娘、哦，姑娘，说话不缠腰什么？行，我告诉你，我四川的咋地？你是有一个困惑。对呀、啊，因为大家喜欢的都不一样，比如我的爸爸喜欢自由自在带一点野味的我，就像这样。我是森林大姐姐，快带小孩一遍。我就是森林大姐姐，咱们一起冲上我现在明白这孩子的心愿了，就是他有一个困惑，他特别希望能够成为人见人爱的小姑娘，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是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对，爸爸喜欢这种带有一点野味的。对，妈妈呢？妈妈喜欢温柔可亲的我，就像这样。温柔的，妈妈喜欢温柔的她，女孩就应该有个女孩样吗？来吧，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你这是结着愁怨吗？你这是高兴得一塌糊涂啊。那个爸爸妈妈喜欢的都不一样，嗯，老师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喜欢的我是另一种，班以前我是咱班的班长，平时都是这样的。哦，班长都是哪样的？班长，女班长。哟，阿弟，扣呀吃书，妹妹我回家。你们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继续这样下去你们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要迟到，作业要做好，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稍息你先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今日要做好，听听讲讲听听讲，上课要学好，呼噜妈妈呼噜哈，及时报不到国教。班长好。你好，班长。我见到最大的官就是班长。哎，其实这是孩子的困惑，我觉得女孩子可能都有一个时期是有这样的梦幻的，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但是怎么办呢？所有人喜欢的都不同类型，关凌你怎么处理？我觉得其实我刚才在他表演这三段的时候，我看得特别欢乐，我甚至都看到了以前贾圆圆的影子啊。我觉得就是自己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要自然。
不要总想着那个框框，这样你活得特别舒服，嗯，特别快乐。嗯，好，阿姨，我100%，我双手双脚举起来同意他说的，做自己最不累。好孩子，你要好自己就行了，保持善良的心，好吗？好，好的。那今天接下来我们要挑战大明星了，来，两位戴上眼镜，把我的眼镜吃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小美女，请选择。总那么开心，来，好孩子，你要挑战他什么呀？文妮姐姐，你不是说做自己吗？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自己的鬼脸舞，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鬼脸舞？什么？咱俩出着大家做鬼脸啊？不是鬼脸舞啊，还是跳舞？跳舞。哦，来吧。是你先跳还是我先跳？我先跳。我们先看一遍哈。要不然咱不知道怎么回事。王美肌肉贝贝出场。大猩猩。拳击比赛正式开始。做猩猩被打，还是做我自己吧。孩子做的是鬼脸舞，第一拳击是吧，猩猩被打，第二做回自己，猩猩走秀是怎么回事，你明白了哈、啊、哎，挺像的，挺像的，刚从北京的洞里出来，来吧，这个第一轮给咱俩一起啊，然后咱俩互打，来俩猩猩，来从洞里出来俩猩猩，来，然后第二轮是特别美美的啊，特别美美的啊，来，3、2、1，给音乐，完美肌肉贝贝出场。超级名模，哎呦哎呦，说以前人家说演这个喜剧啊，其实是最难的，就把观众弄哭了。
其实容易，弄笑了很难，真是。你这么小朋友才这么小，就有勇气把大家逗笑了，勇气可嘉。没错，真的。哎，好孩子，你觉得关宁姐姐的今天的表现你满意吗？满意，很满意。哦，很满意。哎，你觉得他最后一轮美不美？美。你是不是也希望像他这样，又有特别美的一面，又有特别开朗幽默的一面？行。这种其实挺难得的，为你加油好不好？好。嗯，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关林。把孩子给我留下。哎。暖糖回来了。谢谢关林啊，关林好温暖，真的一定是个好妈妈。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位小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各位。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看这五个可爱的孩子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舞台上，也到了今天最重要评选非常小明星的时候了。您最喜欢哪一个小选手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投票。一号特别的可爱，这小老太太扮演的跟她老爸有一拼呐，很厉害。哎，我们来自阿拉伯带有阿拉伯风情的小姑娘，嗯，记住她了，这是有英雄情节的小伙子。最后，美貌与幽默皆有的可爱的小妹妹，来，谁是您心目当中的非常小明星呢？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央视综艺动态资讯，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或者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当中了，期待着您的关注。好，今天的最终结果已经出来了，谁能成为今天的非常小明星？来，一起看。选手他才4岁，拿得住吗？也谢谢我们其他的小选手，大家都特别棒，今天表现完美。好，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期儿童系列特别节目非常6+1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下期我在这儿等着你，再见。你吃了会长蒜的哦，你一定要吃。2、3、4、6、2、3、4，谢谢爷爷还是谢谢哥哥？谢谢哥哥。我小时候贼淘，每天去没往回到山，美国的孩子叫外包软手。那我们这两个嘉宾该怎么办呢？当配角呗。